第一届 CGNTV 中文台观看心得募集展 CGNTV 与神同行，与我同心。对各位来说， CGNTV 意味着什么呢？通过5月10日截止的观看心得募集展，与 CGNTV 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。我们为获奖者和参加者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奖品，希望大家踊跃参与。